伊利亚·叶菲莫维奇·列宾，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，巡回展览画派重要的代表人物，出生于丘古耶夫，在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。1873年到76年，先后旅行意大利及法国，研究欧洲古典及近代美术。回国后勤奋作画，创作了大量的历史画、风俗画和肖像画，表现了人民的贫穷苦难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1878年，他参加巡回展览画派，代表作有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《意外归来》《索菲亚公主》《查布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》《伊凡雷蒂沙子》及《托尔斯泰》等。俄罗斯最著名的列宾美院就是以其命名。